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，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，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。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，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。你再往前半步，我就把你给杀了。你应该这么做，我也应该死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我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，不用再犹豫了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，我希望是1万年。什么意思？你上来晒太阳呢？给我一个机会。怎么给你机会？我以前没得选择，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。好，跟法官说，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。那就让我死。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谁知道？欠我什么？我从来不会逼朋友做他不想做的事。我有我自己的原则，我不想一辈子让人踩在脚下。你以为我是臭氧饭的？我忍了3年，就是想等一个机会。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阿伟已经死了，你挑的吗，偶像？段坤，我吃定了，耶稣也留不住他，我说的。十里亭，霜满天。寸寸青丝愁华年。对月行淡望相迎。那个人样子好怪啊。我也看到了，他好像条狗啊。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，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，你就别做梦。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老公，你肚子饿不饿？我煮碗面给你吃。昆虫赛手。